今日同大家介绍一款产品，佢就系来自泰国嘅青草膏。我哋而家把佢打开嚟睇下，可以睇到入边啲一樽樽系绿色嘅。我哋而家打开个盖，搽啲喺手度，可以即刻感受到啲清凉嘅感觉。呢、这个功效比较多啦，佢可以提神醒脑、蚊虫止痕、跌打损伤，全部都可以用。呢、这个喺泰国系家庭常备嘅药品嚟嘅，两款都有货喎、哦。